一转眼来北京已经13年了，每次想家的时候最想的是妈妈做的饭。你还记得吗？年少的时候，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，这一生的呼唤，妈妈的笑脸，我们就会像小鸟归巢一般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无比香甜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那种滋味现在常常在舌尖。你还记得吗？年少的时候，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，这一生的呼唤，妈妈的笑脸，我们就会像小鸟归巢一般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无比香甜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那种滋味现在常常在舌尖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无比香甜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那种滋味现在常常在舌尖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无比香甜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，那种滋味现在常常在舌尖。